喂，等掌门人嘅 fans 要留意啦！而家首尔举行紧一个 Minions 嘅期间限定特别展，除咗四部电影嘅剧照、草图同埋相关嘅展品，场入边仲有大量 Minions 嘅大型摆设同埋装饰。最震撼嘅，梗系要数巨型黄色波波池啦！入面仲有唔同嘅互动游戏，同埋有 Minions 嘅短片睇添啊！而片入面更加还原咗多个动画嘅场景，好似西利哥嘅地牢研究室，系咪熟口熟面咁呢？当然唔少得三个女女嘅睡房啦。小朋友可以挑战电子填色，发挥创意。游戏都几多元化噶，几集动画入面嘅反派人物都有展出，设置咗多个互动游戏、唔同关卡等你挑战。呢度仲有展出 Minions 嘅进化史，唔同嘅造型等你慢慢影相，可爱到爆晒灯啊！行完展览呢度仲有好多嘢卖噶。今次的特别展有得打卡玩游戏，如果带埋小朋友嚟旅行嘅，都好值得嚟参观一下噶。